几个月前，那个逆天的校园模拟器已经有100多万人看到这游戏，教导主任潜规则女学生，但作者得知那是一点没收敛，更加放飞自我。这不又给我发来后面的内容，更加毁三观，直接倒反天罡，让教导主任出卖摄像去酒吧兼职。好家伙，已经成为校园一霸了。如果你也想调教教导主任，那我们小战一点，直接开始，一键三连可以获得20件，祝你早日成为 LV6。这边进来，几个月没见，作者给老爹换了身皮肤，顺便给满分神话啊造了个妈，女娲转世呢。又到了熟悉的查成绩环节。我查到成绩了。是吗？让我看看。不是，你有这功能你早说啊，这不天生保安圣体吗？你一人啊把前门后门都给看住了。儿子，你考了满分，哈哈哈哈，光宗耀祖，光宗耀祖啊。喏，接我们的直升机不是来了吗？爹妈也是对我非常的关心，让我们坐飞机之前啊把苹果带上。对了，厨房有几个苹果，带着去路上吃。我这进厨房一看，怎么还有锅碗瓢盆呢？想让我在学校照顾好自己啊，顺手的事啊，顺手的事。那几个吃的去学校我能理解，家里面做饭的锅你都要全部带走，大孝子，大孝子啊。咱爹说啥了啊？说我孝顺是吧？哎，不，您比我更孝顺呐、啊，考虑周到啊，考虑周到。这边坐上飞机落地，依旧是熟悉的丝袜美少女老师啊，出来迎接我们，进门就给我们介绍一些学校非干不可的事。千万不要在学校殴打同学，更不要在超市偷窃东西去城市里面倒卖，也不要进女厕所，要遵守规矩哦。咱们满分神话进学校当然备受瞩目，马上就被人发起了如厕邀请，要我们帮忙教训一个人。这个人老是欺负我，更是当起了如厕记者，要拿手机帮我视频记录。我在后面用手机录着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就把这视频发给学校。这是咋呀？满分神话如厕 vlog 是吧？那既然手机都带了，那不如去女厕所也记录一下，千万不要跳起来看。怎么还有同行啊？啊，等我看完其他隔间马上举报你。这另外几间哟，不得不说颇有姿色，就是老房子我不够自然，差点意思。就按照我上次的经验，这一次进去指定是出不来了。这不是满分神话吗？怎么这么容易就被骗进来了？除非那是拿老师来换。随后又是熟悉的剧情，分配了个黑人舍友，我一进门这家伙就触发被动了。你好啊哥们儿，我是你室友，叫我小黑就行。你刚来报道是吧？我一会儿带你去熟悉熟悉环境。说要带我去熟悉环境，扭头就给我塞了个头套，直接带我上二楼零元购。抓小偷啊！完了，被毒死了呀！看好你的后事。哦，这贿赂我也没钱呐、啊，只能待7天是吧？当晚，这不对劲啊！我感觉不对劲啊！这肥皂出现的位置，怎么感觉这是冲我屁股来的呀？还很谨慎。哎呀，完了！这监狱出来，我的巡视来花园，给我这个严重磨损的小雏菊透透气。没想到，主任，你要干嘛呀？不追了。你不是想让你弟弟来这儿读书吗？总得牺牲一下。同学，快来救我！我这当场拿手机替主任记录美好瞬间。同学，有啥事儿我们好好商量啊。直接拿捏教导主任。哥，只要你不乱发视频，什么都好说。喊我哥了都，这不可以替我们消除犯事记录，但这显然远远不够。我这手头紧呐、啊，正愁没有赚钱的路子。这不，学校边上刚好有间劲爆的酒吧，问我要不要进来兼职，需要陪客人喝酒。但是客人有特殊癖好，那非常巧，教导主任也有。我决定让教导主任替我们打工。主任，你也不想这件事情被弄得人尽皆知吧？哥。只要你不乱发视频，什么都好说。行，我跟你介绍个活儿，陪客人喝喝酒就行了。就这么简单吗？我昨天刚吃完烧烤，你别过来啊！这画面无法展示，无法展示。当然，咱们的新哥也是传承了黑哥的衣钵，给这新入住的舍友分发了宿舍用品、头套。马上带去商场熟悉业务了，但是新舍友非常上进，看到商场的招聘广告走不动道了，放着零元购不干，非要去干个服务员。新哥的恨铁不成钢啊，但也无可奈何，毕竟的举止元气大伤，后庭磨损严重，只能从良去商场干起保安来了。这新舍友为了攒钱购买相机非常的努力，好不容易等到发工资，结果被老母亲掏去了。
我卡里的钱呢？妈遇见点急事，先拿来用了。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？那是我辛辛苦苦赚的呀！太惨了，直接彻底黑化，掏出新哥给的宿舍用品就干起来了。但是好巧不巧啊，新哥现在可是保安大队长啊，一把就把头套给他薅了。你不是小黑吧你？跑那么快？新哥这作为摄影老手，这次也是失手了，满分神话当保安抓舍友刷业绩，被有心人恶意剪辑传播，哎，出名了。你快看看，这个是你吗？好多点赞啊！读书先做人，满分保送生品行不端，勾结舍友刷取业绩，骗取工资。室友那相当的愧疚，都开始伤感了。事情爆出来，估计要被开除了。可是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，我的人生已经够糟糕了。我不能再连累你了，新哥。认识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不是，不是，你在干嘛呀？这世间的美好，便由你带我去看看吧。你给我小弟写死了！我非常生气，我跑去质问了作者，他说我没有关系，后续可以看广告复活。真有你的，我寻思直接教导主任赚钱买活得了，没玩啊！这事传到校长耳朵去了，直接给我拉去谈话了，跟我说要我做假证，要把这个劳弟的遗嘱给修改了。这事能干，那肯定得拒绝。不，我拒绝。爹开始威胁我了，你怎么没有一点感恩之心？转手就要把我学费给停了。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。但是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我宿舍还有个财神爷呢。这不，小黑直接偷到学校博物馆去了。啊，对，我盯上了博物馆。太行了，我们直接跟教导主任打声招呼，关键时候直接断电，就帮忙停个电就行。但是没成想，这教导主任居然叛变了，当场把我跟小黑给反杀了。有误失窃，封锁所有出口，封锁所有出口。坏了，兄弟，我们今天怕是得栽在这里了。操，这教导主任跟我玩阴的，等我想想办法。这记得呀，但小黑非常仗义，关键时候直接全部后退。我手里有人质，把出口给我让开。你疯了？又是绑架又是偷窃文物的，你想被关一辈子吗？没事，兄弟，等你以后赚了钱，再想办法把我。我两个舍友全给我写死的，这么搞的吗？啊，抢博物馆把小黑给抢死了。咱们这聂雨欣小伙也是陷入深深的自责，决定复仇。游戏要开始了。当然，先拿这个教导主任开刀啊！终于把这个煞星送走了，老是拿视频威胁我。这一波那是破罐子破摔。我说教导主任啊，你应该也不想你酒吧的视频被其他老师知道吧？一通操作，硬生生拿了80万，直接拿钱砸校长脸上。叫保安那更是反手收买，超能力花费的淋漓尽致。哎呦，谢谢哥，你这个老太婆，一个月才给我几百块，我玩什么命啊？反了，全都反了！辱骂、殴打领导，你这种情况得加钱的。不过这个离谱的剧情啊，当然只是一场梦，也不知道正式版会是什么样。但这试玩版确实给我玩爽了，真的有乐子。儿子，快起床了，别睡了。啊，我怎么在家里？